不怕不怕，爸爸妈妈都在的啊。 怎么样了，回季夫人？姐顺，这伤肾气肺腑，可能需要调养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会呢，就是要探讨，在这个案件当中，行凶者被催眠的可能性。希望大家不吝赐教。 畅所欲言。刚刚这位老师说的催眠方向我很赞同啊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我觉着未必是催眠，行凶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反社会人格，他很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上的压力才导致他用这种方式。如果像这位老师说的，行凶者是报复社会的话，那他为什么不选择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呢？ 比如用刀或者用枪。金陵是我师姐的儿子。 我怎么能这么说他？自以为心若顽石，却终究人非草木。金陵是我师姐的儿子，我怎么能这么说他？自以为心若顽石，却终究人非草木。 能否允许我更谨慎一些，再做出判断？ 我去见叔父，我代魏公子回去，之后你再过来。我代魏公子回去。魏公子有事，趁蓝湛不在，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一下。魏公子请讲。 那个，我代魏公子回去，之后你再过来。能否允许我更谨慎一些，再做出判断？我问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说，我只好来问你了。 罢了，我最了解他。如果不到万不得已，魏公子，你还记得穷奇道、鬼将军温宁误杀了金子轩一事之后，温情。 带着温氏一族，怕是忘记这辈子也不会提起这件事。还是我告诉你吧，将他带回云深不知处，罚街边300，寒潭洞面壁思过。忘记禁闭时。 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。
但他却跟我说，他既以你为知己，就应该相信你的为人。他又何必？那落水之事呢？为何不告诉我？倘若有一天，忘记禁闭时，我曾去找他，也曾劝他。他们真的想杀了你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告诉我？少商，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把腿放下。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你只是没有将我放在心上。和而不同的东西，东方之融合之美学。以棉麻丝绸为主材料，倡导自然流转，倡导自然。设计师也需要传承的嘛，这么长的长辈啊。蓝湛身上的界边痕是怎么回事？蓝湛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你的叔叔之前极少用丝绸，你要记得，这就是你俩最大的区别，知道吗？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你可不要这样看着我啊！是我叫你忘机，你不答应，我才叫你名字的。这些衣服都是你设计的。你有能力有才华，那落水之事呢？为何不告诉我？倘若有一天他们真的想杀了你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告诉我？少商，那落水之事呢？为何不告诉我？倘若有一天，唯一你可不要这样看着我啊！是我叫你忘机，你不答应，我才叫你名字的。你要是不高兴的话，你可以叫回来。把腿放下。你只是没有将我放在心上。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。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你只是没有将我放在心上。蓝湛，倡导自然流转，倡导自然，设计师也需要传承的嘛，这么长怎么背呀？和而不同的东西，东方之融合之美学，以棉麻丝绸为主材料。熟罗的丝最好的是十一丝，而我要求的是13到15丝。你究竟将我视作何人？为何总是独来独往？不信我呢？哦，好啊，放下。手摸眼观，称分量，量宽度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件应该是13丝。和而不同的东西。
东方之融合之美学，以棉麻丝绸为主材料。13还是15，你肉眼看得出来。要是有人拿个放大镜挨个给你数的话。耶，我以为你要考我。但现在事情落在了我的头上，我才知道。南湛，手模眼观，称分量，量宽度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件应该是13/4。唯一，我之前也曾劝过忘机，原来决心是如此难下。行路岭上一直有吃人岭和吃人堡的传闻，然而一直没有真实的受害者，所以这都只是谣言而已。而谣传会让普通人远离行路岭，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深知他的为人。也许世上人心，南湛。所以他的作用只是一道防线，而且，这只是第一道防线而已。唯一，终是横看成火，侧看成兵吧。也许世上人心。南湛，不如你问问他是男是女，这个他总不会不知道了吧。那设这座石堡的人究竟是谁已经很明白了。这次我知道，他还是说不知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已经好了，不信你看。你是不是也觉得阴虎符是邪？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再过3日。南湛会干扰人的心神，然而这世间，你究竟将我视作何人？为何总是独来独往？不信我呢？哦，好啊，放下。南湛，一个被禁锢在这个地方的灵石，一不知道这是何地，二不知道因何而死，三不知道何人所杀，这样一问三不知的灵石啊，我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可以啊，蓝湛，
现在都学会怎么噎我了。那你又问他什么了？因何而死？不过如果是被人暗杀的话，确实是不知道为何而死。蓝湛，不如你问问他，被谁所杀？魏婴。他说什么？不知。啊？他说不知魏婴。